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我现在人在台南火车站后站前面，然后在旧的大圆柏呢，有一台最近台南蛮红的双层伦敦巴士的扭蛋机，它就是一个巴士造型，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扭蛋。然后今天一样是跟不是咪菲哦，是雨熙。但你刚是不爽啊？其实我本来要换10000块，但想着太多了，就是其实我经费不足，我们也扭不完，所以我们就换了3000块的巫师。对，你善财童子，我们换了三千块的硬币，然后要去扭蛋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奖。他现在，因为他原本是伦敦的来回机票，可是呢，听说被抽出来，所以现在大奖是一台 iPhone X。然后这边有一些陆续他们抽到大奖的一些拍立得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一次30颗会中什么吧。我觉得你有大概28颗都会是烂的。我觉得只要我对你有信心，只要有一颗好的就好了，就回那个，对啊，回本了。因为这边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先快速转一转回车上开。对，而且非常的热，我觉得九妹会支撑不住，她现在已经满头大汗。真的很热哎！你一个熟能生巧哎，我好想笑哦。流水线化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台南妹子雨熙。雨熙啊，来，我觉得你要放旁边比较好转。依照我刚刚的，她在上面在补货。我看要把它拉回来。对啊，往右边，往右边。哇，你一个效率超慢。它是上面跟下面都有扭蛋，这超多颗哎，这应该有个万吧，万颗。我们如果扭到什么大奖，会不会被说是在业配？我们迎接最后一颗。来，是我们的最后一颗啦，不是他的最后。好，我拿在手上，还是全粉的。全粉，来，我们去旁边开奖。好，我们开奖。Go。豪哥，我们30颗都转到了。刚刚转了30颗，然后呢，刚刚那个店员还说，因为我们转很多颗，所以多送我们2颗。他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什么 YouTuber？ 然后他是不是认出你了？他说：“哇，是九面人。”应该是我买很多啊，你买很多。他开始开了。奖品 F 是不是 A 跟 F 最普通 ？F 是你喜欢的 size 哎。又一个 F， 又一个 F。我觉得 A 应该是大奖。是吗？或者我们扛一台微波炉回去之类的。D 不一样吗 ？D， B， 我们是不是有小时候抽机智奖？这大奖哎！还有什么？快煮壶是大奖吧？对，这是大奖。快煮，我们中了一个大奖。C， 刚有 C 吗 ？A B C 都有 ，A B C D 都有。对 ，A B C D 都有。好，我们就请雨熙来开哈。雨熙会不会开到自己的 size 啊 ？L， 最近很欠揍。是你要提这梗的哦。第一个是奖品 F， 耶，我的 size 奖品 F， 好，双 F。如果一个是偶然，第二个就不是了。双 F， 奖品 B， 好，奖品 B， 所以我们 A B C D E F 都有了。三大奖怎么这样？有啊，有大奖啊，就是锅子嘛。15奖。哦，15奖，那感觉还行吧，应该超过100块。抽到 iPhone 10怎么办？就送给观众啊。什么表情？你想用？没有换手机。关我什么事？抱歉抱歉。小鲜肉奶茶一瓶。哦。就刚刚我刚好看到路人抽到那个很酷哎，开始出现一些特殊的奖了。直接在里面的奖项哎，这什么钥匙圈哦？它蛮可爱的。是赖的，赖的兔兔。然后那个是一个铃铛吗？对，它是一个。手把上的吗？它是一个。这个我觉得要超过100块。对，这应该超过。因为赖的东西都挺贵的。这什么小包包？这个也很可爱，这拉拉熊。这你应该会喜欢。这是装粉饼吗？没有，它可以就是小钱包。小钱包。你不喜欢拉拉熊？我觉得这蛮可爱的啊。但这个应该就是100块上下。送观众吗？对啊，全部都送观众，全部都抽奖送观众。奖品 A。好，奖品 A。然后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不要再加一些奇怪的配音。它最后应该会得的的小当家那个光出来。很麻烦的，那还要做特效，很麻烦。我觉得片师不会为了你哦，来了，没看到东西，什么 ？F 吗？对 ，F。好，看我们超多蛋壳，我们先把蛋壳先丢回去吧。我丢你，然后你排一排。好好好，我来排分类，总共有6个 A 奖，1、2、3，3个 B 奖 ，C 奖有4个 ，D 奖有4个 ，F 有9个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去看 A B C D E F 是怎么奖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奖。他这边还有那个扭蛋壳回收处，不过我们刚刚一次30颗就在这边被工作人员收回去。
啊，这个小板凳很适合。对啊，小板凳很适合排队，可去日本可以带这个。对，谁去谁出国会带这个啊？你告诉我，它是真正的，超可爱的。iPhone 10啊，对对对，很有钱啊，好羡慕。你也是拿 iPhone 10好吗？啊是啊，啊对，不要马上冲破我啊，先弄奶茶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值回票价。这两个应该对啊，还行。应该就有3000块左右。应该有，应该有。他们奖品蛮用心的。对，说真的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来。各位，因为刚刚他们现场生意蛮好的，所以为了不打扰他们，我们就先把东西拿到车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我觉得3000块可以抽到这一大袋很好，而且虽然说我们刚刚什么 A 奖 F 一直重复，可是他们店员有跟我们说，其实重复的他们会可以选，然后他们会尽量不要让我们拿到重复的奖品，对，所以其实蛮好的，不会让我们觉得说一直拿到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还行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个算是大奖吗？对，算是大奖，美食锅，美食锅，你把它打多少钱？它上面写名字富士电通美食，我觉得应该是1000块啦，要1000块，1000块，你们帮我们查价钱好了啦，嗯，哦，你知道多少钱跟我们讲。好，美食锅，然后这东西都爆多的，这是不是你最想要的、啊？对，我要偷张椅子。而且，哎、欸，这个椅子是我跟你讲说很好用，你才想要，你根本一开始根本不屑。对，我觉得它可以放在洗澡那边洗澡啊。你是说你屁股会坐着 Hello Kitty？ 对对，坐着好，你看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很贵。我觉得这应该要个5-600。这个应该是正货。我觉得应该，它这边有写三里欧，那应该是正货。这个对，这个应该不便宜。对，这可能要5-600。对，这个是放在，但是你厕所够大吗？厕所够啊，够。浴室够大，就是像日本人坐着洗还不错。对，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。哎、欸，刚刚一个很大的震动，哎，你一进来。因为我比较大。看，车都不会。好，这个也是大奖。我们下一个大奖，快煮壶，这种快煮壶一个差不多要700-800啦、哦，因为我之前常常在我自己在外面生活，我都会买。哎，赖的眼影你敢信？好可爱、啊！是什么东西？眼影对，赖的6-in-1流光立体眼影。眼影随便也要700块吧？对，这应该要一个4-5百。眼影不可能，这个是抱枕，我刚刚也很爱的。而且它，因为我喜欢的点是因为它是比较粗的，给它拿出来，它是麻布棉吧？对，它是麻布棉。其实这种棉是它不是拿来包，它就是拿来装饰。对对对，非常有质感。还有这个，这个你不是你很爱？它是一个筒子，这个是电话亭，然后它可以打开，就是里面就是空盒子。其实这可以蛮装蛮多东西，像学生可以装铅笔，女生可以装化妆品的那个刷子。然后它 F 奖不是有9个？我觉得猜 F 奖会不会很烂？可是 F 奖其实也很不错哎。对，它是积木，超多。对，这个是积木，这有点类似乐高吧？但它不是乐高，因为真的乐高太贵。但这个我觉得质感，而且它每一盒其实造型不一样，它有的是医院，你看，有的是医院。我有发现，有看到吗？它每一盒都是，有些是医院，有些是药局，就是它是不一样的那个建筑物。是。然后它可以让就小朋友可以自己组合在一起这样子。对。这个很棒哎，这个我觉得超有创意的，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我觉得真的超厉害，你们看啊，我打开给你们看。它可以打开，然后这个笔就这样从这边进去，有没有就可以削了？这很有创意耶，而且听说是他们自己去做的。对对，这个我觉得搭配去欧洲玩很有 feel。对，这是护照夹，我觉得一样是巴士的造型。我觉得用这个护照夹入海关可能会快个10秒钟，而且很有质感，就是你去英国他可能会更开心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这什么、啊？这开架洗发精哦，也是红色系的，有点跳痛。它是一个韩国的洗发精，有点跳。好。他突然送一个开价洗发精，可是我觉得九妹很需要。是怎样？因为他昨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他一直说，哎、欸，我从你头发闻到，你是有不要？他说你是有喷香水吗？我说我没有。他说那你怎么会有这个体香？我说因为洗发精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需要。为什么很需要？我又很臭吗？哎、欸，可是我因为你没有我这个体香啊。好，我是没有。对，好了，然后还有一个这迷你刮胡刀，这个也不错，它是插放那个电池的，它应该也会动吧？这种的。不会动，这样怎么刮、啊？对，因为我刚刚在现场看到另外一个是那个也会动，插电充电的，对。然后这个是竹丝香，所以我们一直闻到香味就是这个的香味。其实我就放在车上。哎、欸，你有用过这个吗？我没有用过。你没有用过这个吗？这有很有名吗？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它就是它是要点的，对，然后它是熏香，就点了之后它开始烧，有点像我们拜拜那种。哦，这是要点的、哦。那种线香。可是为什么它都还没点就这么香？没有，它就是你打开会发现是一根一根，然后你要用点的。就是跟拜拜一样要点这样。对，可是这个味道8号是卖最好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之前有在点。然后这个是、可以煮，是好像塑胶板可以煮小车车。它不是塑胶板，它是小木板。哦、小木板，对，它是小木板，然后之后可以煮成那个小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
很棒，因为它有为小朋友着想，因为其实蛮多大人会带小朋友来这边的，然后它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小朋友自己回家还可以玩的，对。最后要感谢这个雨熙陪我在台南拍了蛮多片啊，所以其中一些东西我就让他挑他想要，所以你挑的是护照夹，我挑了一个护照夹，下铅笔机，一个没有，跟一个小盒子，小盒子，然后还有你最爱的椅子，对，还有个椅子，还有赖的眼影，赖眼影，对。好，就是扣掉雨熙送给雨熙之后，我们剩下的全部都抽奖送出去，然后要怎么抽呢？很简单，就跟之前一样，请去我的 Facebook，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 YouTube 还是 Facebook 看到这影片，请去我的 Facebook， 然后分享这个影片，然后按赞分享就可以了，按赞跟分享不用留言，你要留言也可以，按赞分享就可以抽，然后剩下全部东西，什么锅子什么全部都抽出去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一个礼拜后，就这支影片一个礼拜后抽奖，一个礼拜后截止。好了，以上是这一次的英伦转蛋了，我觉得蛮棒的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转转看。再次感谢大家收看，然后喜欢的话记得按个赞，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也欢迎订阅雨熙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